好啦，香港兴旺顺利埋最后一集大热门，暂时啊，中环大地34蚊，比卡超34蚊，全部马匹准备妥当，八场二班1650米怡和挑战杯，二号仲系34蚊大热。好，你一开集嘅时候啦，前面快嘅马，中间香港兴旺啦，咁啊起起宝啦，最出赤龙区啦，马林中间就中环大地，一路望入去埋唔埋到啊，连利之星郑雨田又望翻出嚟，大家顶住啦。咁啊，再见到走咗上去有军火出边咧，咁啊仲系起起宝啊，内栏位置竞争神后多少咧，就系呢只比卡超啊，尾二位置加应之友，咁啊暂时殿后内栏威利大大嚟噶。好啦，转呢个满贯弯啊，前面放咗出嚟嘅马咧就系呢只香港兴旺啊，起起宝第二位，第三位内栏咧就系劲精神啊，第四位军火内栏，第五比卡超，咁啊再喺外边位置咧仲有赤龙区啦，中间咧就系连利之星一路顶住中环大地顶到依家，咁啊内栏位置咧仲有威利大大包咗落尾嘅马咧就系加应之友嚟噶。開始跑對面直路啦，咁啊前面帶頭嘅馬係香港興旺啊，咁啊再鬆鬆佢啦，咁啊擠嚟咗一個新位，起起寶第二位，後面第三位嘅勁精神啦，軍火第四，內欄比卡超，咁啊再喺外邊位置仲有赤龍區啊，後一陣嘅馬連利之星仲係頂緊嗰只咧，就中環大地喺出邊啊，唯一一隻三搭喺外邊噶啦，內欄位置就威利大大包咗落尾嘅馬咧，粉紅衫嘅加應之友嚟噶，好啦轉緊彎啦，香港興旺仲係佔先一個新位，起起寶第二位，後邊嘅馬。有呢只劲精神啦，中间军火啦，外边啊赤龙区，埋边比卡超，后啲嘅马咧，先见到有连利之星，马林中间威利大大揈到最出啊，中环大地啊，兜到嚟最有直路啦，前面透出嘅马有军火啊，后边咧就威利大大，响入边咧仲系起起宝啊，比卡超嗰啲冇乜位啊，大外档中环大地上紧嚟，最后百零米啦，透出嘅马系军火，见到威利大大同埋比卡超分裂二三米接近终点，第一名军火赢啊，第二名咧有比卡超，威利大大就接近啊。第四名就是那隻起起寶啊，結果第一次過嚟跑谷草呢只軍火，咁佢攞位咧就比起第二名嘅比卡超同埋第三名呢個威利大大暢順好多嘅，起起寶又跑第四，軍火幫阿偉達贏翻場啦，臨尾仲有啲飛落噶，11倍啊，跑第二嘅就係比卡超，第三威利大大，第四就係起起寶。比卡超失咗好耐啦，等咗个位啊，两只快马中间叫唔到上嚟。81.93，肉眼睇下系噶啦。伟达话我终于唔使做二哥啦，落好重飞啊，临尾得翻9.4倍。翻到嚟睇下第二名张相啦，埋面比卡超都系好明显占先嘅。我见阿罗利亚真系浑身解数呢场剧，威利大大直路嗰度。夜马捧杯啊！组合独赢3-1，胜出组合 A 二隔夜半热门派26.5。伟达，所以有时都话难怪有机系人马特别锡住佢啊。系啊，佢都放咗好多心机落呢一只马嗰度嘅，神货就自己立翻住嚟操啦。咁啊，4.1就派489蚊，四重彩咧就派13,395蚊。準備啊，頒呢個怡和杯。有啲天雨，所以都係喺入邊啦。怡和挑戰杯。登緊騎練啦，都未出翻嚟嘅。偉達今日都真係好多個第二，二德啊！係，終於贏翻場。田哥兒啊！打搭四場第二啊！總之就頭先。爪王烈焰華美之寶，福邦完畢嘅啦，派彩作實。尾場仲有就係佢嘅變出美麗啊，位置就已經變咗好熱啦，1.2倍嘅大熱門。變出大熱啊！大熱門其實都係熱佢1蚊嘅啫。咁啊，今日同高東尼亦都有隻華美之寶啊，跑入呢個第二啦。恭喜曬馬主！
冇代表喺度，一個人煲唔曬兩隻杯。好啦，复榜完毕。位置 Q 八搭十一派五十六个半，八搭九派110蚊，九搭十一派41.5蚊。组合独赢3-1，胜出组合 A 二隔夜半热门派26.5，四连环派489蚊，四重彩派13,395蚊，孖宝7场100场8，中正派1,876.5，7场100场11，安慰奖派88蚊。孖 T 系派24,600蚊。睇完孖 T 系睇巡逻影片啦，睇下前段又系几快先。头两段51秒89，咁啊都梗系偏快啦。两只黄衫啊，都系开面度抢噶啦。见到喜喜宝咁啊，拍住香港兴旺。咁啊，然之后开面仲有赤龙区啦，中间军火噶啦，已经见到啊，入边系劲精神系白色袖嚟嘅。后一浸贴兰黑色衫嗰只咧就系比卡超啦，数出嚟红帽啊，连理之星、中环大地三搭喎，包咗落尾嗰对咧就系嘉应之友拍住只威利大大，受到靓位啊！呢只军火一路顶住只中环大地，临尾成为次热门嘅马，结果潘顿喺开边就喺度外游啦。所以後尾縮下縮下都縮到去包尾啊！潘頓都咪啲細粒埋咁樣走蝕，喂個個彎都蝕啊！真係難搞啲啦。又第一次谷草咧，係啊，同埋始終都係頭先嗰句，你喺泥地贏咗兩場加咗分上嚟啊嘛，重磅嗬。係啊，你相對嚟講軍火都係贏泥地，但係你個榜係1-2啫嘛。比卡超啊，睇直路嗰度喺邊個位度塞先，一路都上唔到嚟。就是在兩隻放頭馬之後失了，是的，其實都不算是有很大藉口的了，都是後來都追不近了，都輸緊接近兩個馬位，拉不近到距離。我看到軍火跟著他的，他就是在兩隻黃衫那裡執後面，是的，都夾得挺緊要，但其實那個位置如果他爆上來是有權的，都他就很遲疑的，都會覺得不過就咁都頂翻個第二喎，因為你嗰啲威利大大唔容易過噶嘛都。威利大大都落足力咁炒啊！睇睇嗰個分段時間啦，27秒54、24秒35都偏快，跟住24秒98、末段23�秒56，總時間1分40秒43，總時間慢於標準時間3:09。